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重要的工作我都会失眠，晚上睡不着，在床上翻来翻去，拿出手机开始玩。4点多才睡，现在8点，一共只睡了4个小时，我的法令纹都快要掉到下巴上。这种时候就需要用美容仪来救命了。这个金墨我之前就有跟你们分享过，前前后后也用了半年多了，总结下来就是模式功能多，能量强，肤感好。它一共有4个模式，包含射频、微电流、红光、蓝宝石等多重功能。就像我昨天晚上熬夜，早上起来脸很肿，就可以用它这个 VMAX 提拉模式。它的微电流是飓风提拉式的，抓肉感真的很强。再叠上超宽幅的变频射频，能量大，作用深，直接打到皮下4毫米，基本上2-3下就可以把你脸提上去。因为它这个超大黄金电极头，面积更大，效率自然更高。像其他美容仪，你可能得来个10多分钟才有效果，时间长了吧，真的很难坚持。法令纹也需要照顾一下，垮脸第一个就是法令纹。用它这个侧面立体电极片贴着鼻翼提到眼角，这个设计真的非常细节，市面上确实没有几个美容仪有这个功能，品牌真的是洞察力到位才能想到一块。看这边脸都蓬起来了，而且有蓝宝石在，脸一点都不泛红，一会儿上妆也会更服帖一些。最后要说的就是金墨双十一跟祖马龙联合推出了冻龄香侣礼盒，大牌们确实会整活。这种很高级的紫色，用完美容仪化个妆喷个香水出门，一天的治愈之旅就要开始喽。